那接下来的这个舞蹈啊，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非常的期待，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彩蝶娃娃。此刻孩子们都已经站在我的身后做好准备了，如果大家的掌声也准备好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送上了。Listen to some flakes whisper your name. Feel